Joy. Joy. Mai quan电话啊！Joy, Joy, 卖关电话啊！像阿爸已经抓到了，过来就等伊把行动交出来，就会结束。爸爸去忙了，乖乖等我回来。
陈嘉凯，陈嘉凯。Thank you.
奶奶！啊！啊！你是之前的？哎，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
妹妹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在做什么？一起拜。一起拜。这样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在讲什么？妈妈。啊，在讲什么？妈妈。在讲什么？你叫我吗？可以帮我找绿色蜡笔吗？我找不到。哦。好。妹妹，妹妹，你是这边的人吗？嗯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的名字给佛母了。名字给佛母了？找到了，来，给你，谢谢。这是他画的吗？这是送给我的。嗯，谢谢。嗯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找人，不能待在这边。阿姨，我啊，要去找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有一天，他突然不见了。找他找了好久，听说他可能就在这边，我真的好想赶快找到他，所以阿姨不能陪你，对不起。那我带你去问姑婆婆。姑婆婆？姑婆婆她什么都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好，那走吧。妹妹，这里是陈家村吗？嗯。这里的人都好怪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时候好像有坐过摇摇椅，那时候是谁陪我坐的？那你爸爸妈妈呢？这里有人照顾你吗？姑婆婆。姑婆婆？奶奶吗？姑婆婆就是姑婆婆。
挡住了，该怎么过去？等一下，你要去哪？谢谢。草莓冰淇淋，想吃冰淇淋吗？嗯，草莓哦，我也很喜欢草莓哦。
子都回来了，是不是最近天气太热，外面太热了，回家吧。我一定要做他们喜欢吃的东西，回到家就可以马上吃了，他们就会很开心，忘记今天的疲累。你不是这里的人，这里很危险，快滚！这边的人好像都在拜佛母，为什么？佛母会帮大家实现愿望，向他许愿就能实现。佛母到底是？下中大伯公跟阿莲恩伯，伯公跟恩伯，伯公说什么，大家就做什么。我也有兔兔，我最爱兔兔了。兔兔。它耳朵很可爱。兔兔玩偶。
耳朵被佛母拿走了。过来，搞过来，放开啦！阿丽，过节怎么这样？你搞个无忌。抓回来之后，你去黑白母试看看。他是胡彪在搞的，阿忠说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不可以再给胡彪。怎么办？你娘已经死了，现在是我来做主了。是真忏悔，告诉说你把你柔柔的耳朵挂下来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试看看。你早起不是跟我啦？怎么办？阿丽会跑回来。小杂货，我今天给你送个信，出来。你老婆那下手好重的。胡彪，这是要献给你的。你都会知呀，我还感谢啊！走不去的哦，出来！姑婆家就在前面。好，我们快走。